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台湾人教训民进党？哎，那2014年、2016年台湾人不是才刚教训过国民党吗？教训来教训去，我们台湾的前途到底在哪里？一年一年，左一年右一年，王小二会不会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底我们台湾人有没有把心想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台湾人到底要什么？至於在清朝帝制崩潰之際，有說甚至連孫中山亦都與 Freemason 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他在革命期間奔走日本、美國，接受兩地資助，並且加入了紅門志工總堂。紅門在各地的會堂徽號並不是充滿中國特色，反而是与 Freemason 相同，亦都是以圆规、角尺所组成。而红门的红字应将与共济两个字加起来组成，甚至连纪念革命烈士黄花岗72烈士的纪念碑亦都充满着共济会的色彩。主碑是方尖碑形式设计，上面是金字塔加 OCNI， 后面是以石块砌成一个金字塔，塔顶站住自由女神像。国共内战后，共济会亦即是美生会 Mason 伴随国民党退守台湾，蒋中正总统的养子蒋纬国曾是美生会的总会长。如果敢在那个所有媒体前面讲说我们要用中华民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我们开始马上转向，我们马上就开始。这是老蒋的讲法，哎，对，老蒋说要反共大陆。丁守中也是这样，他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如果讲清楚，我们是用中华民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唱夜袭，那我们真的所有人都开始转向。四面，我们耳听八方，无声无息，无声无息，转身。
因为你们最厉害的是哪个字呢 ？Sam。Sam 是 Samuel 的简写，西方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如果你去查韦伯士大字典 （Webster's Dictionary）， Samuel 第一个解释，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The name of God， 上帝的名字。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犹太的教授 ，Arizona 这个 University of Arizona 告诉我们的。他十多年前在耶鲁大学当心理学这个心理中心主任。犹太人每天晚上一样祷告。他有跟上帝祷告呢，他就说 God, I don't like your name， 我不喜欢 God 这个名字。Do you have another name？ 你有另外一个名字吗？然后他就祷告 ，waiting for answer。过了一下来，突然听了个声音叫 Sam。怎么会听到个 Sam？ 他从小到大也没有觉得 Sam 有什么特殊性啊。那会不会是朋友、兄弟、同事、这个同学？哎，有没有叫 Samuel 的？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听到个 Sam？ 是不是幻听？他学心理学的。他不甘心，就去查韦伯士大字典，就一查以后，看到希伯来文第一个解释的 name of God， 豁然而通，上帝回答了他的祷告，所以他就深受感动，他决定他把他的一部分时间呢要来研究这个领域，但是耶鲁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学校，他就跑到了 University of Arizona 创立他自己的王国，所以我们去拜访他才知道有这个字，所以我们一试果然厉害，常常是一片亮光。千江水，千江月，千里芳，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街，万里城，万里树，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要行。时古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浪烟再起。如今浪烟再起，千江水，千江月，千里芳，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街，万里城，万里树，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要行。千古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浪烟再起，千古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浪烟再起，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五公里。啊，烦烦烦烦，几只是人心。常常吹无酒来啊，烟起咯，卖阁听你大声对我讲话，啊，乱乱乱，如恁的心头骨髓会为你破碎，恁又占地位。未来我当高雄市长，我在这里跟所有高雄市民宣布，谁等一下别人走掉，谁来高雄？换到我十个工作机会，十个工作机会，我当市长亲自握你的手，给我100个工作机会，我就告诉你一下，给我1000个工作机会，我就踢你的脸一下，给我10000个工作机会，来高雄投资，给高雄10000个工作机会，我就以身相许，晚上给你睡觉。各位妇女宝宝，今晚上陪你泡茶聊天，不要想歪了。诸位，我们是，因为我们算比较年轻的，那你是不是可以对，就是我们这年轻族群，你有什么想要对年轻族群说的话吗？下一代台湾年轻朋友会非常辛苦，是整个台湾的经济已经开始弱，越来越弱，是，所以我们这一代50-60岁的人必须好好做实事，是真的把产业弄起来，把经济弄起来，否则我们对不起20-30岁的年轻人，也希望年轻的朋友多多培养自己的实力，迎接下一场的挑战，未来。挑战只会越来越辛苦，要做好心理准备。
发挥台湾人的聪明，运用灵活的政策，选出优质的政治人物，带领着台湾，我们一起来打拼，好吧？好，谢谢主委，谢谢主委，谢谢。一定能成功。哦，嗯，来，拿上。哎，这个，还这个，这个。哦。嘿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我们看到舞台之上摆放了这么多的乐器，大家可能有一种惊讶、紧张。接下来士兵会有怎样的？哎呀，不紧张。为我们呈现。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紧张不紧张。破浪王李国富为我们带来一首《功名》，掌声有请。加油！哎哎。
投下这刺骨凛冽的大风中，你会听到吗？咱们未来的呼喊，也是真诚的琵琶敲醒我的手臂，更加相信未来会给那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挫折的创伤让我寸步难行，更加坚信光明总在远方，更加坚信光明总在远方。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红颜落下颜色变苍白，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远去的你漂泊白云外，情人离去永远不再回来，无言无语叹息还不在，虽然花会零落但会盛开，荒芜隔世的爱在白云外，痛爱让人悲哀，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放开不能再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情人离去永远不再回来，无言无语叹息还不在，虽然花会零落但会盛开，荒芜隔世的爱在白云外，痛爱让人悲哀，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放开不能再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的
上天的安排，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这是上天的安排。我要入疯传，他们被这个老先生给吓坏了。这个居然就是传说的詹一蝶，竟然任何人一靠近他身上，马上就被翻开。而这个是他是真的真功夫，而这个人竟然后来来了台湾，厉害到什么东西？他叫做花蝴蝶，花蝴蝶，因为他太灵活，太了，你根本不能沾他的身。还有他的这个摔跤，你看他詹一蝶一。拜年呢，我的学生也要求我来开班。那么开班的全部是 American Boy Chinese， 都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小朋友，大部分学过一点中文，小部分一两个呢没有学过中文，像 Kevin 啊，他没有学过中文。那么这个爸爸妈妈很有兴趣，但小孩都没兴趣啊。问说要来参加什么 camp， 手指试试，大部分不想来。一个妈妈呢，就是 Kevin 妈妈很厉害，她晓得她儿子喜欢怎么样，喜欢 Star Wars 啊，正在演这个第三集啊，前传第三集。她说这是一个什么 Jedi camp。这是绝地武士营，而明天以后怎么样？马上从负面态度转成正面的态度啊！本来不想哦，就这个所有行为变得很规矩，就让妈妈带他来啊。有他真的对他啊，变成一个小军人，这就到现在啊。其实小朋友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打坐，让他静下来。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给每个人一个双层的暗袋，这是处理胶卷用的，短片用的，完全不透光的。那么通常呢，是一个助教面对三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很认真，有的闭眼，有的张眼，他们脑里面呢会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的幻觉，他们都要说出来，红色的啊，红的67，变成绿色75，变成黑色38，他都要讲了以后，我们用码表就把它记录下来，直到他最后确定了啊，红色的45，红色45，确定了，那么我们就叫他这个手拿出来，在一个纸上呢用红笔写一个45，然后把这双层的拉链打开呢，把样本拿出来，啊，我们就这样持续不断的做这个实验。那么这是一位小朋友在2001年，好，在第三天不到6小时的时候错了功能。那么绿色27对了，花了6分钟啊，黑色84呢错了，他看成48，这两个是对的，但是颠倒啊，绿色50对了，黑色74啊看对字了，但颜色错了。
然后给他一个国字呢，他是一开始只看到上面啊，再继续做下去呢，他就全看到，就一对呢，就差不多就开始。那么总共呢，十五个小朋友参与了四天，当然来来往往很多了，十五个参与了四天，有九个出了功了，六成，第一天就五个，连我自己都吓到了。当然这个数据 sample 数还太少，如果到了一百个呢，还是六成的，它就显示了巨大的意义啊，现在不敢。写在你的纸上。真的，真的，你不参与。但是因为边忙，对对，不要忘记了，断断了。如果是在这儿的，是一个活，给你写，火土，这中间就成为画上一道。如果是北就是这一个水 ，OK， 这不水吗？你画上一个 ，OK， 好，哎对，一二十四，幺不算，幺个二十，二十四，够，它滚到哪算哪，比方说这是金，金，画上一个金，嗯，对，给你写好 ，OK， 名字，对，一个二十四。高一点，不算，要先不算，也不算，木就画木画一个，哦，他看出孩子的出现，哦，是金金金，哦，是这个是用手。太低了，太低，木，金木都这么平均啊？啊，很平均，我觉得。哦，二三三，金，上概率，按平均。拿着手里啊？你拿着手里，你现在呢？你就想，你怎么想呢？想这个宇宙中这些信息越来越大。把这个线放到宇宙去，对，宇翔，大宇宙。这个是，他对这个我不懂的是，他什么时候效？你写的。就是不能的，是12月10日，1882年，1882年12月15日，12月1882，但是你把它写下来，哎，谁又不是在笔写下来？第一个字，能用纸笔写下来，写下来做证。1882啊。1988，12月15日，1988，后面两个是首秀，一个好像是个南方的，但是你写的是很清楚，好像是这个草写草书了，写的不清楚。你一定得信宇宙。站另外一个，来，你也，哎，不难。OK，open。反正接近这个就行，我觉得，因为有人写字写的好，对吧？写的，我写的很多，拉倒，哇，也成这样一团。
字很像男字呢，这个什么字呢？这个像男字，那个日期的对不对？9/8/12/15。哦，真的、哦。男与孝，对。那我跟你沟通。Yeah, 如果你一生最红最红的事一定在哪里？是算他的，算对，就是那个就是介绍他的暗号，就起的暗号，其实是。哎，你真的不记得还是？我不记得，记得，我记得，我知道。你一生红，不管干什么事，最红的是在哪？在哪边？南边，如果你南边，这不辉煌，别的地方都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活到90岁，这个现在是都90岁。你怎么看呢？90岁？那不管怎么，我就知道。OK， 你能活到90岁啊？我一啊，我不错了。我是看过，我90岁。当时你在70多岁，在有一个什么一个。这个病是在西方，一定注意西方。注意西方。大概是在72岁。72岁。
大家好，我是叶班长，又来报道了。本来今天这个视频啊，应该昨天丢出来的，但是呢，昨天我很多在台湾的蓝营的朋友呢，都还沉浸在一片欢乐当中。这个节目呢，有点像泼冷水，有点不合适啊，于心不忍，所以留到今天来说。24号晚上那一天啊，整个台湾从南到北啊，都有很多的欢呼声。有人说啊，我们从此要开始翻转台湾了。台湾从今天要开始要进入新的一个纪元了，要进入新时代了，新的一页翻开了。班长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啊，因为确实对于很多蓝营的或者理性的选民，他们已经闷了太多年了，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可是啊，听到这些，我就有一点点心里很难用一种什么形容词来表达。因为从2008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到2018年，类似的口号啊，班长听了太多太多了。而且从2008年开始到今年，班长也一次次的跟台湾的很多好朋友去经历那种充满激情、充满希望，又彻底失望、失落的那个过程，就好像轮回一样。所以当看到这一次选前选后人气都很旺，大家聊的最多的高雄的这个韩国瑜，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10年前的马英九。我10年前去台湾驻点，我到台湾的时候他刚刚上任不到半年，超级明星，人气王，吸票机，举手投足都会有人欢呼呐喊，他做什么都对，说什么都对，反正没有理由，也不用解释，就是喜欢。我去的时候都已经过了6个月了，但是你还是可以非常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热度的余温呐。可是仅仅过了1年多，2009年的88风灾，8月份莫拉克风灾，立刻就被摔下了神坛。从此是一路走低，最后的支持度竟然到9%，他到现在还落得一个让他耿耿于怀的名头，无能两字。之后呢，班长又亲身经历了蔡英文、柯文哲的人气旋风。大家还记得2012年蔡英文说的啊，我们走完最后一里路感动了多少人，到今天四面楚歌。有人说啊，这是因为台湾选民太喜新厌旧了，不论哪一个政党上台啊，都会被嫌弃，都会被媒体修理，最后被选票给抛弃。但是我倒是觉得这好像是台湾这个一人一票，很多台湾人引以为傲的这个选举制度的一个宿命啊。因为你选出来的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有多好，而是因为另外一个人有多烂。所以说每一个超级明星的崛起都伴随着一个被人抛弃的前任。韩国瑜在跟陈其迈的电视辩论上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现在啊，没有一个行业不再怀念过去，没有一个行业不再担忧现在，没有一个行业不再烦恼未来，这就是台湾的现状。在台湾这么多年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过类似的话。我经常会问，你们怀念的到底是哪个过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回答都是蒋经国时代。这可是现在每一次选举还会被拿出来做文章来炒作的，要去做转型正义的威权时代啊。但是很巧合的就是，好像台湾从一人一票开始选举之后，经济突然就失去动力了。你看，台湾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龙头的位置沦落到垫底，甚至可能会踢出这个阵营。台湾当年的经济总量占大陆的45%，现在不到3%，而且这个差距还在被拉大的过程当中。
一些台湾朋友跟我说，台湾经济好像被下了咒一样。我开玩笑说，你们天天忙选举，哪还有时间搞生产呢？选举造成的族群对立，各种对立，越来越撕裂，哪还能团结起来撸起袖子加油干呢？确实，衡量一个制度的优劣，老百姓生活有没有提高，经济有没有得到发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台湾选举的胜者很喜欢说一句话，高兴一天就好。而台湾的选民呢，也很爱说，投票的时候省一下，后悔四年。大家是不是应该去思考，为什么每一次台湾的选举都很难选出在后来的日子里头能够让选民高兴起来的人？这是一个问题，这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韩国瑜说的那句，台湾民众到底在怀念什么，担忧什么，烦恼什么？我倒是觉得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在25号在应询人们对他对九合一选举的看法的时候说的那段话，他说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充分表明，广大台湾同胞对继续分享和平红利的希望，希望能够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愿望。但怎么改善，怎么继续分享，真的是要不论是这次选举的输方赢方，还是蓝的绿的白的，都应该去好好考虑的事。好了，今天的冷水就泼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